我怎么撞到你了？呦呦呦，掉了！你说我掉了已经。啊？刚醒吗？今天早上有好天气，好一点。有好天气可以出去玩喽。咱们出去玩好不好掉？好惊讶，你喝什么啊？你喝啥？要喝。香不香？嗯。我是放了核桃，还有芝麻。就跟。就两样。卡稀呀。稀一点是吧？稀一点芝麻多放一点，或者放点米也可以。加了几分钟？一分钟。一分钟这么快啊！带煮的一分钟就搞定。没有这个，我是加了热水，没有带煮，快搅是个一分钟。嗯，你要想搅细一点，再按，再一分钟。嗯、你看爷剃了个新发，我一过来看不？光头了、啊，好不好看呢、啊？你说没有光头，上面还有一撮。哎，人没看转白了，是吧？是啊，两边都白了，都白了。要不要找爷爷、啊？我洗衣机的东西一换出来哦，他赶快手这样，赶快手撑得高高的要爆。哦哇哦哇哦！现在一刻都离不开人了，嗯，是不是、啊？不想自己一个人、嗯。过来吧。哎呀，我在你家去嘞，安尼才可以啊。要不然，所以就是袖得撑起来，你要地砖这样子，那就吃亏了。哎，阿哥去找妈妈，阿哥去找妈妈。你们要吃什么呀？甜，你要吃什么呀？要吃虾吗？鱼吗？肯定得买呀、啊。这鱼啊。这个，鲫鱼还是鲈鱼？就没有刺的，比较没刺那种鱼。那就鲈鱼。反正我想是用鱼汤呀炖点那个粥吃。啊，那就鲫鱼汤。怎么这么销魂呢？这个姿势。一个摸个也卡棍。销魂。看我的美腿，看我的大长腿。他要爬到我头上抠我鼻孔，我不让他抠，然后就哭成这样子。阿天，你欺负我，你还哭啊？啊！笑了，欺负我！哇，我这都红了，被他挠了。能给他吃吗？哎呦！哎呀，你收拾一下，你把它一堆，把它一下就炖一汤，你再去给请个快递。这冰箱难得这么空，我还没开始吃进去呢，一样一样塞进去。生菜咱们都爱吃，苦鸡基本上给你买齐的。哇，买这么多水果，别安心了、哦。改这个真的长得比老家好看。有买鱼哈、哦？有鲈鱼吗？还是鲈鱼条鲫鱼、哦？那中午要做鲈鱼吗？要吃就做啊，做吧，我给他想给甜甜吃。哦，我想给他加点鱼肉吃一下，因为他奶我刚给他吃完。嗯，因为你要煮的话，吃点鱼肉有营养。对对对，吃鱼肉哈。他现在会跟人，哎呀，他手挤得高高的，要抱抱，要抱抱，他不跟自己待。一共十一个。为什么咱们一到西安快递就这么多？乱七八糟的都啥东西？这是两袋米。京东那个我也拿上了，刚刚放在门口一箱一到。哦。你又买啊？这个好吃啊！他又买了两罐，然后买了两罐这个。这
麦片跟黑芝麻。然后这个他说是，可以当粥好像还是。他再重新买的，老家那个留着让爷爷奶奶吃嘛。啊。啊，这是藕粉。带过来啊，这是藕粉，藕粉可以冲的嘛。他买的。他买呀，还是吃的呢。玻璃水，玻璃水怎么买这么多玻璃水？不知道。芝麻买的，就不用买。自己炒，不用自己搅。啊，这是纸盒。酸辣头。纸盒。厕所的纸盒。哦。不能放手机的。还带个小抽屉。是给洗菜的啦。谁用的？我用的。还是下水。还有这个。啊，有啊的没有？啊啊！保鲜袋，厚的，然后带塑封的那种。哦，这应该是刚新工厂的，兄妹。啊，可以可以。还有再大的吗？有啊，还有再大的。这个也可以。它直接封口嘛？可以写日期啊，就是。带一下，保鲜袋。这种就好的，你要给宝宝做辅食没吃完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封起来。就放冰箱了，就给孩子再大号，再大号还有装别的，这还有最大的。又砸了？谁把盆又砸了？啊、哦，这大的。可以，这质量也不错。所以把这个最小，这个也挺最小。他不集中睡开，我喜欢赶紧临时那个。这个也小。我就想把那个，因为他刚刚那个奶粉没喝完，那我咱们有烤箱，我要做溶洞。哦，你要自己烤啊？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反正现在有时间。在老家我就想做，但是在老家没烤箱，我就放弃。等这个有这个袋子，还要让那个奶粉都浪费了，这可以用好久了。就是。这个大的可以，这也能装茶叶，哈哈哈。在你们这边看得见。嗯，那这怎么装啊？我还想说放这，放在这里。假设放在这的话，这也很顺手啊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可以。你们几个顺手就行了，觉得哪边顺手你就贴哪边，没事。这种是粘胶的。我还想把这给卸了。OK。到时了，快让他做，让他知道他不把我吃了。赶快按下去做。我洗下去我就上去了，有毛病！万事关，万事关顶万事得得万事利，我哪有资格？完蛋了，菜都做不好了。没事，今天还好，还好。它灯亮的，万一淋一针爆了，我去晒衣服。怎么样？阴压坑开开了。阴压什么坑啊？你看。没了，还没看到照片机。晚上再给他吃那个鲈鱼吧。那中午没有哈、哦？没有，你刚刚也不没说要给他吃，我忘了。刚才回来，你妈还跟我说你要吃，说要蒸鲈鱼给宝宝吃，我鲈鱼晚上做。哦，我跟他说是蒸鲈鱼。他还跟我说，中午没法吃了，我想给你吃鱼肉呢。可怜的没饭吃，好伤心啊。大嘟的
没有鲈鱼吃了。那我回来他就做了。要不然我是这个汤是晚上的。你也不收。那我上去楼上我怎么说啊？哇，那个那个从头那个喂。有啊，我有说呀。我说一汤匙一碗米，阿田晚上熬粥。我讲的，我上楼下来，他没那么快做。你不要碰我了，我已经被骂了，爷爷已经骂我了。今天是大家都没得吃，阿田也没得吃。哦，那你要骂我是不是？所以你拿头磕我是吧？可是你的头会痛耶，大腿断了。这菜只能看着。只能看着，不让吃，不让吃，打你奶奶，打打啊！他也帮忙，他也帮忙。